就变跟白痴一样。哦，这样看起来好爽哦。还是你等下晚点要打大熊彩龙，我们来打。哎，到时候不要不见欸，有时候找你找到一半都不见。你负责捡珠子，你是傻了吗？我怎么可能负责捡珠子？我怎么负责打？我怎么可能负责打？我也是捡珠子的那一个啊！不要挤我，不要挤我。找一个打的人，要两个吧，一个怎么够？好，那今天我们要盖另外一个东西，砂轮怎么盖啊？砂轮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石半砖，两个木头，两个木材，好。石半砖。哦，干什么？哇！给我在这生怪，吓死我也！我觉得有这个在真的是有 1.14 的杀人在真的是输太好取得了。嗯，再来是我们要用，我那天太早把红石换掉了，一个书，但我有欸，刚好欸。我是要换铁矿，铁矿。哦，好赚哦，真棒！
嗨，你来挂台了。你们昨天几点睡？欸，我装成功了，谢谢你，艾琳。你看，到啦。哒啦，每次都要丢脸一次，哎。这还没什么目标哎、欸，盖个啥好嘞？地狱，我们去地狱玩吗？地狱的话，看一下哦、喔。岩浆桶、药书、石头、书哦。嗯，赶着长好慢。昨天大概四点左右就散场了，哇！你们玩那么晚哦、喔？我昨天十二点半就躺平了、欸，就不行了，老了死。啊，我是要去拿那个啦，小麦。我就后来到后面，我也不会用到这一片田呢、欸。因为后面就是用那个什么发射器加连闪，能刷那个小麦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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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你们又要吃哦？骗我？欸、可以耶。磨啥啦？磨。哦、，L4D 有啊，我昨天看你们玩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钓鱼，只能钓鱼了啦！我需要附魔术。好啦，你们就忍耐一点吧，看 GIF 咯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鱼饵哦，先用鱼饵钓鱼好了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外套脱掉好了，好像有点热。然后我的能量饮料还没喝。哎、欸，还好啊，就觉得喝来喝去就魔爪跟 Rainbow 最好喝。那天说那个全家买一送一的，真的是不知道在啥。超坏。哦。哎呦，好，我们开始。哎呦，记得有个程式，不是程式啊，就是好像也是插件，是自动钓鱼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我可以跳窗，然后会继续钓鱼。那个你们有办法找到吗？因为我发现，不然就是我可以跳窗，然后我可以开画图台这样子。就至少我画面可以载其他东西，然后麦块继续钓鱼。之前在哈基的空岛有用过啦，啊，后面我再问问看有没有好了。
好了。对啊，有啊，我知道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是用那个，经验修补的那个镐子跟经验修补的钓竿，然后就是边挖边挖矿边钓鱼，这样就是镐子永远不会坏。对啊，我先去把木瓜牛奶拿去冰。不然木瓜牛奶退冰。哎、欸，我的钓竿爆了！等一下，我忘记我刚刚不是拿修补的啊，傻眼！啊也没钓到钓竿啊，傻眼！那不是 Forge 的吗？我记得是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晚点再去问杰克他们好了。没事，对不起，我橡皮筋差点又射出去了，我差点又射出去了。还是你们想看其他游戏？我还有一款游戏，不是还有一款剧吗？我还有一个游戏想玩，但是我一直还没打开它。它本来是我下一个，就是《电竞传说》不传奇之后下一个要玩的游戏。哦，新版的哦。哦，了解。没有没有啊，我不了解。我又觉得好像我只要去喝什么。维他露 P 哦，还是维大力就好了，这觉得味道一模一样。然后这个又小罐，又贵，反正尿出来的尿都是黄色的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这样子。我就可以玩其他的游戏了，就不用卡键了。是我的新年新希望哦。欸，我好像去年也没许新年新希望哎。啊，有啦，就是希望 YT 赶快十万订阅吧，好像就只有这个而已吧。在意大利，哎、欸，空宇在吗？我觉得你蛮强的、欸，每次观众场你都可以出现，真的是有点吓死我、欸，哎。
今年的新希望哦。想不到哎、欸。今年的新希望就是每次开台都有100个人以上看，这样就好了。要的不多。哎、欸，我这次开台，我上个月开台，我开了140多个小时、欸，哎，146个小时。差51人，嗯，没有啊，就这只是个小小心愿，至少以后开台不会这么辛苦啊。因为你看，就是比如说我每次开台如果都50人的话，所以我要花2倍的时间才能达到我的业绩。那如果都是维持在100人的话，那我就不就是正常开正常。下去就好，就不会这么累。不然我搞不好，昨天是在台中过那个、欸、新年的、欸、我搞不好在那个菜渣的那个鱼干菜渣那边，因为昨天看到他们那边也很多人啊，可惜，没办法，如果业绩没到，也不能乱玩啊。有啦，我很努力了。然后我1月5号要礼拜日下午应该不会开台，白天哪、啊、不会开台，因为那天我们家兔崽子从香港特地来台湾，然后会来找我，那就去出门见见他这样子，然后再看他用鼻孔吃麻糬。